在冰岛，因为我们刚刚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先讲第一件，有人来月经啊，这个超衰的。然后呢，一下子经理整个不见了，不能找不找都回来。然后呢，一下子这个也还好啦，佩玉的也没什么。现在目前最 safe 的就是我。佩玉把宝贝留在机场。然后刚刚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是加油是怎么样，我们也不会看那个表，然后我们就狂加，结果哪里知道其实是满油的，那个油一直洒出来，就被乱喷。人生地不熟真的是很烦哎、欸。现在冰岛就长这样，然后还下雨，真的是很烦哎、欸。旁边的积雪也超可爱。对，就是真的狼狈哦，一整个从夏季到现在，我现在才拍开头。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距离这里呢要1个小时。我们要去的地方叫黄金圈，然后黄金圈会有3个地方这样子，等一下再带你们逛逛呗。现在就休息呗。前面是雪山哎，哇，你们看不到，将军买机票来了，看不到，真的看到太爆了哦。你们看得到的话，我们花机票到。好呀。用肉眼看的真的不一样哎、欸！我天啊！而且我们现在是下雪。哎、欸，咦，靠呀！那个前面的车的污水，靠呀！看来就会肮脏的。拍到雪山给你们了，哦吼，哦吼，用手机拍的。啊，好美哦！啊哈，好漂亮。为什么？他怎么？因为我拍错、哦，太冷了，不好意思啦。你们不用买机票了，我帮你买了。你看我们兴奋成这样子。超级赛亚人，宝贝们，我们到了我们的景点了。然后呢，现在我要去第一次感受一下雪。现在开门了，哇，都是雪耶！啊，看，哇！我觉得今天是我今年最幸福的一天。谁说啊？谢谢长勇生日。大家，这是冰的样子哎！天哪，你们有看到吗？为什么冰真的是跟 emoji 长得一样啊？好好看哦，给你们看，这里看到吗？这里好像哦，这颗。这个很像。各位，我今天穿几件呢？我今天应该是发热衣一套，还有一套是内衬，然后呢，再一个没有用的外搭，就这条裙子一个。然后呢，这两个是那时候我在 Universal Travel 的时候，他们建议我穿这样子会比较好，就是里面是一个比较薄的防风防雨外套，然后再一个。外套这个是防风防水的外套，不要算这个裙子的话，在身上有4件。然后我的手有2个暖暖包，哇，暖暖包超暖的。然后我有贴一个暖暖包在我的子宫那里。对啊，详细哦。另外跟大家攻略没？然后呢？鞋子呢，我是穿一个防水的一个鱼的鞋，这个是在淘宝买的，如果你们要链接我可以给你们。里面还有一个是羊绒的袜子。其实我的脚只有穿一个，就是在 Universal Traveler 买的一个发热裤而已，这样子 so far 我觉得 acceptable， 这个温度就很刚刚好。唉，各位，我好幸福，虽然是我花钱，但是我好幸福啊，很开心耶。怎么样，行李不见有安慰到吗？这个雪景，其实我根本就不care行李，那才是care啦，太多东西在里面，我觉得里面有我们很多泡面呢。里面东西价值，好生气哦！就应该有价值6000马币5000。对啊，可是还会赔你吗？你说这个价钱，我都不知道。我说里面有镜头，还相信吗？应该不会。哇，这里好好看哦！它这是一条道这样子的，哇！跟导游走好不好？啊、哦。
泰式旅行社。现在真的是一片片的，都是白白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小红书找景点的时候，起码还有一点点绿绿的。然后现在是完全白到不行的那种，完全不冷哎！我就有这样的穿搭。而且我们的佩佩同学真的是很夸张，我只穿一件跟外套而已。对啊，你这太夸张了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很冷，就很像在韩国那种天气。是啊，但我还是不行。给你们看哦，我现在哦，完全不能这样。哇，整个那个雪都会在脸上，朋友们有看到吗？然后大家如果要来这种雪地的地方，我很建议大家把那个腮红涂深一点，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发冷，那种很可爱的感觉。姐妹团，大姐，我不是大姐好吗？还有是大姐呢？啊，我先上哦。大姐，大姐没怀孕。大姐，二姐，三姐，四妹，蔡氏旅行团。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要讲是不是？蔡氏旅行团。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有啊，好大的脸。嘉文哭哭了，嘉文。你们有看到吗？那个雪是朝着我的脸这样子，这个方向过来的，好漂亮哦！这边的雪好像化冰，你知道吗？很绵密耶，给你们看，它好像化冰一样，你看，化冰。我家的手套应该会全湿，我手套也没有买到防水。我们走着，看到过期的。我们现在要回去车的方向，然后呢，我们现在都是在面雪。哎，我要休息一下，特意来这里坐商务舱。对啊，好好哦，我只坐我有三段，我只坐一段而已。商务舱很棒，那坐14个小时是吗？对，超划算的。那我觉得我很那个哎，没有让我的寿星坐商务舱。对啊，没差，他什么资格？你要出两，你们是两个人的钱哎。对啊，哎，我生日也没有坐商务舱，平等啊。哎，你生日带你去欧洲第三大什么花费的国家哎？对对对，哎，他更坑我。你今天生日选哪里？瑞士。我坑死你！我在选世界第一名消费者国家。我们现在回车上啦，然后还可以带一杯热巧克力。我现在暖暖包太烫了，现在手好烫。然后我要录一段我们上车那种狼狈的样子，因为上车的话，你的装备就要完全卸下。这是玩完回来的余温。对啊，在外面。好，做好了。来一条。那一条，那一条。Oh my god！ 戴着这个帽子也好可爱哦。哇！手不滑。Can you do it again？ 哈哈哈哈哈哈！那你想说你哪？想说。他感觉在滑雪，哎，然后你这样做一次，我们车一直走。哈哈哈哈哈！靠腰。他用一个很不屑的眼神。对。哇，这小木屋好好看哦。没有，不好看。真的假的？我们都很好看吗？你确定？你话要讲那么大声？又没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一脚好像还好。你看，不要脸。现在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好难过，我们今天只去一个景点耶，就是因为机场弄不见我们的行李箱，气死了。算了吧，来到就拍照，哈哈，这很乐观，因为旅行中总会有点挫折。对啊，我们很挫折耶，今天怎么这样？会难过吗？我们的寿星公，今天的行程不是我想去的，是想说第一次来才去而已，后面的行程才是我想去的。好啦，那就刚刚好没，所以我们现在就啊。忘记跟大家说，这个瀑布的就叫 Deezer。 我们刚刚从那边到这里要1个小时10多分钟，然后竟然看不到，好生气。我们现在在苦中作乐，没事啦哈，没事啦，早点回饭店休息啊。饭店很远，明天对啊，我们赶快去 supermarket 吧，不然打烊了怎么办？对，因为我们从这里到饭店又要1个小时多，这个车程都超远的。我们一起谢谢哪一边呢？因为也不知道哪里把我们的行李箱弄丢，我们之后才会知道。哎，谢谢他们啦！我们的一天只去了一个景点。哈哈，这很贱呢。怎么了？我刚刚就
毁掉。你真的很贱，你是故意的。不是啊，怎么了？怎么了？我刚刚明明听到他说不要让佩玉学东西，然后回来原来你也有听到，我都捡到树枝要过来创作了。你男朋友？我都说我要换了没，不然泰智跟我在一起啊？可以，这个真的是好，可以吧？可以。好，我们现在准备上车，天要暗了，晚上也感觉会比较危险。对啊，开车应该会比较危险。哎，拍个照，我们自拍一下好了。哎，好呗，就记录一下。好，录影。三二一，真的三二。哇，冷死了，冷死了！哎，我的 GoPro， 好冷了。我的宝贝，你们有事吗？你们怎么倒了？哈哈，我们现在。先回酒店，然后看一下有没有 supermarket， 我们要找一点食物自己煮来吃。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到了那个 supermarket Cronan， 哇，好大哦！当当，很 Q 哎。是啊，没看到只能算了。哎，对，好丑，白马，好丑，你还是画个底妆吧。你真的把它当王子？白马，白马王子。我们要买啥呢？机场的错。你们吃菜菜吗？吃，我很爱。你会煮菜吗，萱萱？我不太常下厨。那我们的煮菜任务，难道又是我了？哇，这是淀粉区。我觉得淀粉放在车上，因为我每次路程太远。嗯，我每次路程要一两个小时。哎，鸡蛋，鸡蛋，终于找到我们的鸡蛋了。那我们的包装盒子。我今天去拿粉色的吧。OK。可以。可以。希望他是 Hello Kitty 的。这位朋友最近喜欢上一些 Hello Kitty 哦，发现到一个在这里只有的口味耶，烤鸡肉，但是它是柠檬口味的 Lime， 可以 try 一瓶来喝喝看哦。有些东西真的是只有这里。好可爱，是绿色的。对啊，柠檬口味的。重心可以选蜡烛，这个369，哎，这个哪号码？数字的27，这样。既然大家要用公款，我们也没关系啦，反正是厨师。等他结账的时候会，等他结账会，结账会写常用。这是啥？这是 salt， 是盐，对不起。Hello， 超想买一个东西了。我在来这边的时候忘记带我的双眼皮贴。你看，如果不贴双眼皮贴，我眼睛不平均，不均匀。那怎么会没有双眼皮贴啊？冰岛的朋友都不贴双眼皮贴吗？我眼睛不均匀，真的是我那双眼睛会超肿。我们的购物。我们这里呢，就花费了大概7000多，这什么币啊？冰岛币，真是完全没在做功课的，就是我只知道它的那个币是 ISK， 然后大概花了210块马币这样子，蛮不错的啊，没有很贵。然后就要出发去酒店，没有，不是，是 Airbnb。Yeah， 我们到了我们住宿的地方，好累哦，刚刚一路。小睡一下，剩下20多分钟，但终于到了呀，又要搬行李这痛苦的时刻。帮我看清楚吗？觉得需要一个手电筒。呀，啊，这样子好好，我就不用穿外套，那就够了。我们来搬砖啦！搬砖了 ！Oh my god， 萱萱这个大力士，哎，其实我发现萱萱蛮有力的。对啊，太一的29公斤，我一个人都没办法。哇 ，Oscar， 我破什么 ？OK，Oscar， 我也是 Oscar。牧羊，你知道吗？他们有说过一句话，就是狗是狗，但牧羊是牧羊。Oscar， where is Oscar？ 哎呀，他对我的行李箱有什么什么 ？Oscar， no， Oscar， 看这狗狗超可爱的。No. 好了，不可以要搬砖了，把它推进去。哇，太靠背了。我们的行李箱就这么多，我们这里有。间，然后这边有厨房，然后还一间小小比较小间一点的，就是我们第一间的民宿。我刚刚看到这个超厉害的，它竟然可以藏起来耶，这是一个炉耶，天哪！现在要帮各位煮热水，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晚餐就是各自带各自的泡面。哎，有人带泡面的吗 ？Yes， 好。哎，就有人泡面消失了。哎，想到就好生气哦。哦，它有分哎，哪一个跟我哪一个？哎，别这样，我也有。别这样，你们踏罚他就好，不要踏罚我。呀，我终于吃到了我很想要吃的那个泡面，好好吃哦。撕开。哦，好
心痛哦，吃辣辣的。我们第一次用这种自热包。哇，你今天吃的是卤肉包，对，你再给它加水。可是它的猪肉加了多少？没有，你怎么把这包夹起来？这样它会滚呢、啊，跟你的暖暖包差不多。我现在要享受我的面，热热辣辣，好好吃。只要有辣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而且我很久没吃泡面了，你现在可以吃到手。嗯，他可以吃十天。天哪，这是什么东西？这好厉害哦！耶，来自轩轩的爱，像一个汉堡。超好吃，嗯，五星级大厨，嗯，好吃，我们的大厨哎，嗨，各位早安，给你们看我今天眼前这一幕，今天风好了，给你们看，再给你们看多一次，但是今天还是有点小乌云，感觉。迟一点会下雨，这样。我们的 man 男上线，哇，两个频道拍我这么 man， 我好爽啊！开心吗？我们要有表扬的时候，我们是会好好表扬的。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天哪，今天有太阳哎！不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看到极光？哇！我们要剩下七天，七天。现在唯一的幸运星是我。我祈祷一下，你们都不幸运。完了，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天啊，我们的风景真的是沿路越来越好看的那一种，真的是要给你们看。看一下前面的一个白山，不，你们看得到吗？它在我们的视野就是超震撼的那种。最好像是上面有一层叫下雨的乌云。对啊。哇，宝贝们，你看。这是天光哎，像什么观音菩萨要下来那种感觉，不觉得很像吗？那种观音菩萨要下来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景点，主要是拍瀑布的，大家都会过来拍瀑布啊，然后有些结婚照也会过来拍啊，它叫 Gagofas， 应该是没有念错啦。然后路上都是这种凹洞，哇，这个风好刺冷哦，我天啊！我今天穿两件发热衣，然后再加一个上衣。两件发热衣就觉得身体完全不会冷。然后戴这个毛毛，这毛毛超可爱的，有没有很可爱？我今天穿的就是全黑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长裙。好看吗？要连接再跟大家讲。然后，哎，我很喜欢这个哦，它这个羽绒衣是我在淘宝订的，然后它是可以。得到嘴巴这样子的，真的很好。给你们看，蔡常勇买给我的手套，嗯，很像那种资深 baby 那种组，扣扣一下，对，一定要扣，因为它太冷。你看，你买给我的，很像那个手套，去烤炉要拿的那个东西，完全没有手指。我们要走路过去，现在有点小雨，然后希望这个天气呢，可以待到我们凌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极光了。而且哦，这里都是那种旅游巴士，你看，哇！等一下我要用手机拍给你们，因为有时候我用这个 GoPro， 它是拍不到一些非常细致的，就像刚刚那个极光一样，好漂亮哦，拍给你们看。你要拱腰了是不是？挡住我镜头，直接拱腰，没有再夸张哦。我这样子走向越来越靠近那个瀑布，那个水一直喷在脸上。我们距离超远的，而且今天有蓝天。你知道很像什么吗？很像那种以前我们看那种齐天大圣啊，不是有那种上帝然后水帘洞那种感觉吗？真的很像，而且它旁边那种白鹤，是白鹤吧？它旁边那种白鹤很像那种神仙在旁边站着听那种感觉。你们这里看不到，我现在在用手机拍一些比较近一点的画面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手机的画面。哇，各位看到吗？各位，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那个瀑布上面啊，就会有一些小鸟这样子在飞，但是用 GoPro 拍不到，所以我用手机拍给你们看。这是我用三倍镜拍的，你看超漂亮的。其实用手机 vlog 好像就很简单了，就是用手机好像也蛮漂亮的。这是我用 Samsung S22 Ultra 拍的。哎，宝宝，
用手机拍很好看的、欸。我觉得拍不到。对啊，我刚刚想说我要拍那个，你看，你看，那是你好。我手机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呀，好看。拍照很厉害啊，拍一下。所以我就看各位，就很像仙境一样，很漂亮。你们看蓝天啊，太好看了！哇，今天真的是幸运值又再加280了。哎、欸，超级美耶！哎、欸，我摆几个 pose。3、2、1，摆，摆，太好看了，真的好看。开心吗？看，我穿全黑是不是也很好看？我现在耳朵很冷。是不是？有彩虹！哇！天哪！我真的今天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幸福感100啊，很幸福，好漂亮啊，思思，开心耶，耶、有彩虹、哦，真的很漂亮，没有彩虹了，还有大太阳才会有彩虹，给、我看，我越来越靠近瀑布了，那倒退走，因为你面向的话哦，还会很可怕，快快。是不是很震撼？而且我只用手机拍啊，因为 GoPro 的话拍不到，这样。真的会试完了，跟你讲。我们现在的衣服呢都是水。给你们看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超冻。佩依跟萱萱转过来一下，请问你们早上洗头发、吹头发的意义在哪里？一天要洗两次头，你知道吗？真谢谢，好啊。一大早起来，然后洗头，然后还吹头发。其实我也是有洗头，早上没有洗头。我也有啊，你看这怎样？因为我是有洗头的，我是被那个山泉水粉丝的，很夸张，真的很搞笑。我们的菜岛很专业拍摄，太阳又出来了。今天见极光的几率应该很高。我们在车上等他，可以疯了，可以疯了。我上个月送郑贤围巾，他穿了吧？疯掉了，要哭了。对，你比刚刚彩虹还开心。是有的。哎、欸，我觉得我们今天绝了。今天的幸运值，哎、欸，我们今天好幸运呢、欸啊。快留言，快留言。好可爱啊！我们上一个韩国，对他真的很爱配。谢谢主持人陪我去那趟，真的是。对，那趟加分了。谢谢有你，真的。可以更加分了。各位，他说他拍到彩虹了。你们要看影片。空拍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真的，它可以带你去你看不到的世界，真的很美，很美，真的很美。给大家看，现在的天气超级好的，好到我已经上车了，我已经脱外套了，是我要下来拍给大家看。真的，今天到底是谁眷顾了我们？我们这个旅程虽然前面真的是超级狼狈的，但是第二天又很好了。他们好 chill 哦，他们来这边泡个咖啡，现在天气又很好，又可以看到外面有什么。这边都是一些小屋子那些的，很漂亮。你看他们，看到这边吗？这边有一群人在那边吃东西喝茶的。我是用手机补个近景。看看他们超 chill 的，而且我们这边楼梯上面哦，有些人会爬上去看。但因为我们真的在下面拍的太多了，我们就没有上去。然后呢，给你们看这个，你看他们好有画面哦，你不觉得？就是在国外就有这样的生活，就是天气冷冷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的聊天哦，吃面包那种，是用石碑来偷窥别人的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小屋子，真的很好看哦。给你们看我现在的距离，再给你们看我用石碑的距离。其实很多人都会吐槽讲说，我们平时就不会用一些十倍镜啊什么的，也没有必要到这么。但是我觉得到旅行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在你去不到的地方或者怎么样的，你也不需要走那么远，然后你就可以拍到你想要拍的东西。它前景也好好看，蓝天。我跟你说，我们太夸张了，哇，太冷了。我决定拍 GoPro 就好，这手机不能了，拿手机我会死掉。因为刚刚我们想要去那个飞机场嗨嘛，然后呢，哇，这个，然后呢，我们就错过了一个那个 parking 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突然就在我要油灯的时候，哇，好冷啊！我们要油灯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这个风，然后为什么这个风可以这么大？天哪！我们可以徒步。
爬在冰岛是个废物。完全无法在这里生存。哎呀，好笑！他刚用叫声，因为车钥匙在太常勇那里。我们现在太冷了，还被踏伐。要站上，好冷呀！因为我的手真的已经不是我的手了。对啊，好冻。他今天回去一定要吃感冒药。我刚刚鼻涕哦，真的没有流出来哎，就对不对？刚站着，然后突然鼻子湿湿。对，然后我赶快吸回去。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All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好，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没有去那飞机残骸嘛，然后呢，我们就找一个 Google Review 最多最多的，我们就找到这一间的 Soap Company。 这一间很厉害哦，它有1400个评分，但还有起码要五颗星哎，这间真的很厉害哇，超级多呢。对啊，其实这间不只是吃的，它是有一个，你知道？哎，就是没有错，就是我去买那种旅游配套，他们公司有哦，他们有说就是这样，你有吗？你要 order 才可以。Please order before take a seat。 这样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啊，我看到很多人点这个，一定要点那个，就是那个，对对，那个汤，它那个碗里面有一个小锅的汤 Red hot lava soup， 看起来超好吃的哦。我们的 cheesecake 到了，然后你看我眼前的美景，真的超好看哎，滚滚，我要拍美景，滚滚，哎呀，美景配帅哥，而且背掉超丑，对，背光真的看不到，还有背光，感恩感恩背光。来试看这个 cheesecake， 美食留下来了。你让我晕，那个观众都会晕。高级鸡胸肉很好吃啊，好吃啊，真的啊，因为它的 strawberry 弄到，你都喜欢啊？不是，因为它的 strawberry 弄到它不那么腻，对，很好吃，大家可以试试看。没有吃啊。打一下，我觉得很好吃哎。我反而觉得我不喜欢。那个有一个上面那个味道，它就是把那个，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 cheese。好吃，好吃啊，它有一点点腻。跟我想象的话，其实比较奇怪，那种甜甜的 cheese。它这应该真的蛮真材实料的，好吃，我就觉得很好吃。我们终于可以喝到热热的汤了，咦。我们还有两个汤还没到，这是薄荷绿汤哎，蔬菜汤，好暖哦。Lamb soup， 哎，这个真的很可爱。哎，小心小心，你掉你啊？没有，但是几乎是快递到。对，它超产的快啊，因为我觉得会很可爱，要把 open。这个收起来。开。One two three。呼呼，我刷菇。我们真的土包子。如果你发现我们出门玩没有发什么现装都带，看一下。可以开始了吗？哦。巧克力是好吃的，这是那个巧克力吧 ？Oh my god！ 是 clam。嗯，这是羊肉。这个是巧克力。OK。这怎么有？哦，我很爱这个巧克力酥，好好喝，好温暖。哇！哇，这个很好喝。我们叫了两个意大利面。要多少钱吧？100出马币。这。啊，是啊，100出马币。但是我吃起来我觉得还好，嗯，好不浓哦，就是淡淡的，嗯，好想念中餐哦。对啊，欸、真棒。哎、欸，有吗？觉得应该很难有，一定有，但是很难找。哎、欸，我觉得城市可能会有，对，人口啊，城市可能有。嗯，我们就是城市里面啊。哦，这去城市要半小时。嗯，我觉得他们意大利面都不推，他们的汤比较好喝。我们试试一下这个喇叭 hop。阿贝都，只有辣辣才有这个，这是什么？面包。这边买的。对啊，碳面包这样。真的还行。大家有看到这个喇叭酥吗？很特别，黑面包。对啊，我觉得还。如何？还好。就来这边。放开了我。这东西很开胃啊。谢谢大家，他叫 The Soup Company 是真的。只要来喝素就好。对，哎、欸，你 try 一下那个什么没吗？羊肉啊。对啊，羊肉汤。羊肉哦。谢谢你。哎、欸，佩玉，这好吃的羊跟好喝的汤哎。
这个羊肉汤很可以耶，因为我跟朋友超爱吃。对，因为羊蛮难做的好吃。哪肉啊，白痴！哦，可以吧？什么？哦，价很高哎。哦，这块肉很大，适合你。是不是？好，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羊肉汤了。是，对，因为没有什么弄得好喝，没有腥味，然后很香，对，完全没羊味耶。实在不要试一下，不要。吃饱饱了，我们就在路上。哇，天啊，好漂亮啊！好好看啊，好冷啊，感受一下。这个雪不是那种软的，因为它已经待一段时间了。软软的雪是我们昨天正在下雪的天啊，好漂亮哦！你们看到那云在走吗？哇！我太棒了，没去了这里。哦，鼻子好痛哦，真的很冷，真的很太刺了，我觉得它是刺冷。对，真的，我这辈子没那么冷过。哇！还敢不带那么多衣服吗？我后悔，后悔了吧？没关，我们一直在劝他说，记得带多点衣服。他说啊，这个行李箱还好，行李箱也不够。应该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刚刚我拍照拍一半，我就问他们，怎么咸咸的，有水流在我嘴巴，也是我的鼻涕不小心流出来。鼻涕，我竟然没感觉。太冷了啦，这里。冷到没感觉，冷到真的是流眼泪又流鼻涕那种。好，我们真的是要去黑沙滩的，我们的司机难当啊。然后戴墨镜，还要戴。我没有想到冰岛太阳会这么大的。不是，你是没想到你的行李会弄丢，对，我眼镜也就不见了，还有开车要戴眼镜。不知道你们看到吗？它浪真的大，超大的那一种。坐在乡间的小屋，哇哇哇哇！那个浪真的是大到，看一下，致命回头浪，且勿背对大海，致命回头浪，那真的是代表真的是很危险，太多事故发生。所以大家来这个浪，你不要背对那个浪，因为很容易就不小心没看到它。哇，真是吓到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浪我没看过这么大的浪你看到吗？的浪，我现在就是同步的在拍给你们看。哇，你看，超大超大的，太可怕了！这是龙卷风等级的浪，看那些人怎么这么近，真的很吓人。这里真的很漂亮，但真的要好小心哦。你看，就是这样子。要很小心，因为它这里的话都会被卷上去的，就是很多人会忽略这样子的海边的那个海浪。轩轩是不是真的很可怕？超可怕又超壮观。对啊，真的很大，我第一次看这样大的巨浪。啊，这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啊？真的很吓人耶。真的。小拍一个造型好累。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们站很远。对。我们看了上面，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跟着跑吧。我想记录一下这么大的海，那个浪来了，好像也蛮大的。轩轩，你要小心。上海的海浪是那种用卷的那种方式，所以它才会说会带走。这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刚刚在拍东西哦，它的浪没有很大，但是好，它刚刚就要拍我们脚边，它就是因为很多人预测不到它那个浪的后劲在哪里啊，所以很容易就这样子被卷走，真的很危险，大家真的在这里要小心。好像最危险的是那里耶，就是这个沿边再去前面一点是比较危险。哭哭，他好像弄不见他的相机了，真的很倒霉。他那个他很爱的。Osmo 机完蛋了，现在去留电话号码，希望大家就是有捡到的人可以来这个餐厅送回去，因为其实那个相机被拿走也不意外，因为它很小台。哭哭，虽然留联络了，这个时候如果我看到有人拿着我相机走掉，应该也会很精彩。我在等他们要吗？他是说可以的话就在这里留一个号码。也没拿着。对啊，我去看一下好了，我去看经过人有没有人手里拿。哇，真的看到一个超远的路。对啊，我就想说在外面堵看有没有人。好厉害，好惨你的壳啊。好像你是要给你举手。
色的，真的。我本来想说我画你黑色，因为而且我刚刚走了一整圈都没有看到有人拿在手上，拿在手上，那你这个要拿回家的、欸？我不知道，他就走这才拿回去，但是他也很快就给我。耶、yeah, ，好彩好彩，找到了，我们可以圆满的回去了。朋友是真的笑不出来，你要忘记我的行李箱没找回来，还没圆满。你笑不出重点，这个是回忆。哎、欸，我们哈哈哈应该要拍了吧，可以拍了。刚刚我两个自己偷拍，给我抓到了。因为他说他们俩应该笑不出来。我抓到了，我要去找。相机不见，心情应该不好，可能没办法笑，要自己笑一笑。他太低估我了，今天我还可以笑。那我们回去笑一下吧，这怎么样都要。你的生日愿望成功一样了吧？他这个愿望我没有许，我怎么不见算了？看啊，里面很多回忆耶，我们不见就算了。哎、欸，不见相机跟不见行李箱，你选哪个？不见行李箱。但是行李箱啊。哎、欸，等一下，想一下，如果是这台相机跟行李箱，我会选这台。没有，没有。如果记录是空的，不行，就是现在只有这一支。就是里面记忆卡有，我就是档案的问题，所以我会选这个。这个我也可以不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全部用大台的拍。我刚才就因为那个行李箱太多东西了。你今天只拍开头而已吧？我想说，真的没有的话就算了，因为我想要你昨天的档案你已经过完了。对对对，这里跟大家讲哦，来旅游哦，每天过档很重要。对，要每天都过档案。一个礼拜一不见就是全部不见了。对，我们每次都会带电脑啊，带转接头啊，然后一大堆人都每天回到宿舍，回到酒店，我们就会过档过一遍，确定。已经过完了，我们才会离开我们住的地方。看见我们在拍，哈哈哈哈！对，哎，他们也在哈哈哈嘞。他有在，他在拍照嘞。对他有在试，就是这可能试一下这个好不好玩，怎么样的。他们可以算是什么人吗？半好人，一般的好人。对啊，就是遇到人问到了就还回去，但没问到应该带人走，可恶。很可怕哎！赶快笑，好累哦。赶快笑吧，笑得出来了。他们说这是他们此生最最最漂亮的 Airbnb。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超白痴的事情。看这个 Airbnb 还附送滑梯，喂，很深呢。哎、欸，下不去。这个白痴。不行啦，滑不下啦。没有很深啦，还好啦。好，我不要理他了，我要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么震撼。哇，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去吗？嗯，为什么有披萨？超好笑的，为什么这里会有披萨？应该上一个住客掉在这里。真的可以进去吗？哦，哎、欸，真的可以进去。哦吼，那我关门。哇，那真的是在电视机才会看到的欧美国家的样子哎。看，可以开完灯吗？哦哦，这样亮多了，好漂亮哦。啊？Okay. Are you gonna use the? I'm not a YouTuber. Okay. Are you gonna use the hot dog today? Maybe you guys can teach us. Yeah, if you want. Use, then we can use. 你们可以泡澡。Yeah. 哇，真的好漂亮耶！哦，哇。Getting bigger, so 导游在帮我们看，会不会有那个极光 ？Yeah. Right. Maybe.他可能要死好多镜头。About an hour? 他说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时就会有。I'm not sure. Okay, because I promised they are staying. 可能会有。重点是可以泡澡，这个超厉害的。哦，里面有桑拿。今天真的是我们最幸运的、最完美的一天。真的，今天好累哦。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极光。那我们今天真的是幸运两百。啪！而且你看啊，这里哦，都是落地窗了。对，明天早上应该会很好看哦。哎，我给你看一个东西，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嗯，有什么的披萨？对，有人吃了披萨，看起来很好吃。靠腰哦。哎，佩玉有披萨，吃披萨啊，佩玉。佩玉有披萨哦。还有披萨。咋小？哇，这披萨哎！有大，有在大哦。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靠呗，靠呗，真的会吃靠呗。各位，我们现在把客厅的灯都关了，因为我们想要在第一时间来捕捉。哇，真的很亮。天上的星星不说。哎，拍不了。星星吗？怎么这么亮？它应该不是星星啊，星星就星星星星星星。哎，谢谢我，有一点小谢谢，有一点谢谢，好，谢谢救世主持人，不客气。你们看我们的晚餐，又是泡面，跟昨天有什么两样？对，一模一样，不同的泡面，还有不同的饭。因为我们刚刚错过了那个买东西的地方，走去买。对啊，没有想到这里这么乡巴佬，不是偏僻，偏僻，偏僻，偏僻。
耶、yeah, ，大家早安！这是我们的第三天了吧？但我现在还没有化妆，很馋，有人将就看一下。看我朋友很有事。飘滑哎、欸，你可以不要生日降一岁吗？哎、欸，我跟你说，各位，今天一定看得到极光，因为今天云层超少。哎、欸、，brother， 你看，现在跟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呢、啊。好啦，你要给自己有信心嘛，因为我们看那个就是有人预测嘛，24号跟25号是比较看到容易看到极光的。像我们昨天其实是能见度来说，其实也很少而已，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到一点的极光，说今天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点。你们看今天的雪地很漂亮，我可以在我27岁来到冰岛，真的是没有遗憾。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屋说拜拜了，这个小屋真的很好看。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这个小屋是哪一间，可以看蔡长勇冰岛的特辑，他就会有介绍讲说今天的 Airbnb 是住哪一间哦，哪一间很好看这样子啊。好滑哦，你看我这边是完全好了，我现在要准备化妆，不要吓到大家一下。 Oh my god，好可怕，宝贝们，我可以见你们啦！我现在化全妆了，所以现在可以见你们了。我们现在呢，就在一个冰川湖。每次一下车的时候不冷，结果一下来久一点就冷到爆炸的那种。天哪，这好像在仙境里面哦！这个时候用什么手机呢？然后呢，它的冰哦，不只是白色的冰而已。不好意思，我刚刚喝了 Pepsi， 所以我现在有点要打嗝。我给你们看，哇，你们看到。这里我说的地方超漂亮啊，就是蓝色的，而且它就像在仙境一样，它的那个云层已经覆盖了那个山一半了。它现在呢，是几度啊？哎，现在才8度吗？因为哈、哦，我很冷，很冷之外哦，在湖上面哦，有一点点的那个小结冰块，看到吗？就有点小结冰块这样子，两颗而已。啊，我要跟它合照。哇，我看到有人。走这里上去，感觉是可以拍什么的。再有一个小小的积水，但是只有很小一个，差不多。因为今天没有很冷，我觉得他们就是快要融化了这样子。我觉得那边真的太漂亮了，就很像仙境一样，而且那个倒影真的是美到我好想飞过去哦。啊，忘记跟大家介绍我的 outfit， 我今天的 outfit 叫东北大雕 outfit， 因为我不觉得我头上的这个很像什么大雕。然后呢，我今天穿的是一个比较韩。是的，大外套，还有一个绿色的裙子，就是不要让整个服装那么黑那么暗。东北大妈。然后这个手套其实是不符的，等一下拍照的时候是不会戴它的那样。为什么始终戴帽子？因为没洗头。没有啦，就是每天都要戴帽子，所以我就不洗头。就是可以每天不洗头。对啊，很幸福哎、欸！戴帽子你就不看不出我头油不油。然后我昨天有洗头的，看很多人来这边，哎、欸，有冰啊，那个冰很大哎、欸，清澈到不行哎、欸！天哪，你看可以拍一个倒影，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哈、哦。这跟我家冰块哪里不一样？你举出五个。家里不会那么大块。各位，我穿这个东北大雕帽子，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带牛牛出门，我整身都是毛，不夸张，这帽子套脱毛了。哇，我手摸一下下，哎，我想跟他自拍一张。3、2、1，好了，太冰了，我要放下。放下冰块，立地成佛。哎，好看的。哎，这个很好看的、哦，可以看到 吗？有看到。哇！哇！哇，刚有看到吗？不然没有录到。弹了好多次哦，他们那个好厉害哦！哇，各位，这个倒影超好看的，太美了。那什么鸟？我知道候鸟哎。哇，刚刚很震撼呢，看好可爱哦，有鸭鸭在走哎。哦，掉下水了。这有冰块的湖啊。哎，大家看到吗？这里呢？我们现在要离开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了快要2个小时，真的就是从很多人到现在只剩下我们这样，我们这边拍一些好玩的东西。现在真的是越晚越冷哦，手越来越冻了。我们今天的行程其实只有2个地方，今天的行程会比较chill一点点。太阳越来越大了，大家有发现吗？现在灯光超好哦，我后面的天空是浅蓝色建成的。那我们到了下一个景点啦，我们下一个景点叫钻石黑沙滩。它的黑沙滩不是像昨天的那个黑沙滩这样，它的黑沙滩是有钻石的大冰。有冰块吗？完全没有。
哭了。像我们来这里就没意义了，走路的地上都是石头，而且蛮难走的。但是就是这样黑沙滩，然后远方的话就跟昨天的海浪一样，但是昨天的海浪真的很震撼。昨天是吃人海浪，吃亚洲人海浪。大家自己去找资料，可能前面会有钻石呢，还是其实是石头沙滩？石头沙滩，我好想。天哪，我很期待这个的哎！我今天的打扮就是为了它，就是昨天的比较震撼一点，因为昨天的浪它是大到很震撼，这里的话就没有那么漂亮。昨天的沙滩哦是比较平的，然后它是真的是完全全黑的那种，感受一下海浪的洗礼。妈妈，它也是时大时小，但这个浪我觉得不会卷走人啊。这个景有点无聊嘞。啊，我的穿搭就是为了这个沙滩。今天是目前为止最不幸的一天。我们现在要拍抖音，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制造回忆。我们四次就成功了。呀，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钻石黑沙滩了，因为我们想说明天要非常早起，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回去去超商买个早餐，煮那些之类的鸡蛋那些，然后就回去吃晚餐。哇，这帽子真的找好的店家吧。我记得我这也不便宜啊，为什么一直掉毛，还掉我眼睛里面，超痛的。上车，各位有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第三间家，它是红红的。希望今天这边可以透出极光来。我觉得不可能。好嘞，我们现在要来煮晚餐，我要煮我心心念念已久的这个辛拉面 ，super spicy。我真的是从第一天就想要吃它到现在的，终于可以吃到啦！今天又是吃泡面的一天，好吃吗？吃泡面的第三天，终于可以吃到辛拉面。我没想到我出国每晚在吃泡面，不是很开心哎，但我觉得蛮好吃的。冰岛真的是我来过最漂亮的地方。哎呀，不是故意走那么慢，我是真的很难走。好可爱，你那个云朵。你的手太好痛。先生跟佩仪都跌倒了。佩仪穿布鞋，整个。这个画面很凄惨哎，正在吃晚餐的话，在吹气球。谢谢我的金主妈妈。管家讲他好帅。等一句。吐了厕所。这个酒店处处的景色都很漂亮。然后呢，我会送出两个幸运儿。又遇到彩虹，我真的不想下车。你看我看过最大片的金光啊！我们中了两张罚单。你们两个尊度不要给我过太好了。真的蛮省的，一天500块哦。黄马桶。你们只要做到下面的以下步骤，就可以得到我的小礼物喽。